今天我们将继续西弗吉尼亚州的旅行，参观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顿。摩根顿始建于1772年，是摩农加利亚县的县城，位于摩农加希拉河沿岸。摩根顿曾是几位名人的家乡，我们发现了其中一位的名人雕像，坐落在大都会剧院外。你可能会认出唐诺茨，是安迪·格里菲斯秀中的巴尼。这是唐诺茨，是土生土长的西弗吉尼亚人，他曾经是位传奇的电视角色演员，代表作包括有《四眼田鸡》等。在进行更多探索之前，我们将开车出城约18英里，参观皮克特堡州立公园。这座堡垒的设计非常简单，建于1774年，作为避难所，以防同年对美洲原住民进行大屠杀后遭到袭击。如果定居者觉得自己有受到攻击的危险，他们就会冲向城堡。这座堡垒是围绕着雅各布·皮克特的宅地建造的，因此得名。城堡南边是雅各布·皮克特的曾孙约伯·皮克特的家，这座房子建于1859年，室内保留了很多那个时期的文物。这座堡垒于1974年重建，当时政府正考虑将其用作停车场。幸运的是，这段历史被修复了，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对它的外观进行一些了解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镇上，参观坐落在摩根顿的著名大学——西弗吉尼亚大学。该大学成立于1867年，是摩里尔阵地学院法案的一部分。这所大学在城市周围有几个校区，主校区位于市中心。在学年期间，该大学一次最多有3万名学生在这里就读。市中心的校园有一些美丽的建筑，非常值得一游，特别是如果你喜欢摄影。别忘了在登山者的雕像前停下来，表达您的敬意。这座城市有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市中心，有你在大学城所期待的各种餐馆和酒吧。如果你想在城里看一场演出，这里还有几家电影院。
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大城市的感觉，和其他的美国小县城有所不同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爬上当地人称之为天岩 Sky Rock 地方。天岩小径位于多西的诺布尔公园内，可以俯视周围地区的美景。天哪，累死了。在来这里之前，大家需要做好爬到山顶的准备。这里有点陡峭，但到山顶我们看到的风景是非常值得的。经过一天的徒步，让我们精疲力尽，现在是时候好好吃一顿了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将前往当地一家名为 Thai Curry 台咖啡的泰国餐厅。如果你喜欢泰国菜，当地人说这家餐馆是无与伦比的。摩根顿是我们在这个州的旅行中非常喜欢的一站，有非常多的历史和文化。它拥有一个大城市所拥有的一切，但是坐落在一个小县城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击 like 按钮和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的视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